Angie 啊，你在玩什么玩具？圣诞节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圣诞节的。圣诞节的哦。你拿一些好看的玩具，好玩的玩具来跟干妈玩一下。那是什么？你要拿好玩的啊。那是什么？你看干妈妈。看我一下，那是什么？介绍一下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哪里跑来的玩具啊？是什么？跳棋吗？是不是跳棋？是啊。是啊，你有没有玩过跳棋？没有。你没有玩过跳棋？我小时候有。小时候有啊。那我们可以跟妈妈三个人玩玩跳棋耶。哇！哇！这是什么牌的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下棋。你知道什么是象棋？就是排那个了。嗯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是象棋呀、啊。你会玩象棋吗？我不知道是玩的。那玩跳棋好了。叫妈妈来玩跳棋。我不知道是怎么玩的。嗯。